有时候会在中庭那边拿垫子，然后可以坐在草地上面。有的会野餐，或者说阳光比较好的话，他会在这个中庭上写作业。然后呢，那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校园店，它里面卖一些跟上牛有关的周边。回来学生参观的时候是会带进去看的。然后，大概就没什么。我们的学校里还有三只这个猫，就是本来是没有的，然后搬到这边过来之后，那边有一个 princess， 就是。 公主她有一个自己的房子，但是我们学校同学，因为学校很自由嘛，同学想要就是帮她弄什么都可以向学校申请经费，或者说就成立了一个照顾母猫的一个小小的组织，然后平时也会带它们去打疫苗。啊，挺好的，是的。还有一只三花和那个有点黑的小猫，但我忘记它叫什么。三花不？哦，是的。大家。 这是 Princess 全球实习资源，用我们的这个校园网，从这里获利它的一个简介，然后大家需要用我们的也可以用。这个我个人觉得它是就是比较有用的一个学生。
校的部门，他每次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很有用的，就是很具有实践性，也能丰富到很多的这种实习岗位。平时期末考试的时候人会比较多，基本上这里都会坐满。帮你一起去做你的学术。每个学生身边，一个实验室。
你找到了这节实验课，他想让你做实验成果，或者说那个实验技能就。定制的吗？两个字的。怎么用那些谷歌大学的网站，然后怎么看，怎么学习引用那些大系统会考试的中文啊，中文这里不是有中文吗？他说中文给老外看，对对对，他看得懂，老外要考中文中级，他看不懂，谷歌他看，谷歌他看，他们教你一辈子看，对，一个标准化在考北京，对，然后他还会定时开一些考会，不是真的，他必须。有时候二部举办研讨会，会就是向大家介绍我们新开建的这个。
金属类的。学习能力他稍微强一点，可以自己一边自主学习一边听老师讲。像 ICP， 像是那个 跟电脑有关，它的一个通识课，就是教大家怎么写编程，那些C 加加语言。比较喜欢吃面食的同学好像来的很多。萝卜味。再看看，是这里那几个窗口。拳击课什么的，可以带大家看一下。
这是一个团操房，但目前没上的。它是每个时间点它会推出课，只要你想上，报名了就可以来，不需要你是专门艺术或者舞蹈什么专业的学生。这就是给大家一个比较放松娱乐的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都可以过来打那个泰式的不是泰拳或者自由搏击。而且他还会有这个初级课和中级课，然后有一年级他就可以来上中级课。因为我们家长是按照各个批次来进行。My first course is machinery because it's so cool. Deep learning methods makes you think in a very data-driven way. It can help us to solve so many non-convex problems. SysLab is used by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. We have a course called digital logic. From here, and they have hands-on experience on devices to check digital chips such as a CPU. Compute the sum of two numbers or the multiplication of two numbers. So they have hands-on experience here with the material. Here the lighting controlled automatically by controller. 个人案例和他们在职业生涯规划和最终做选择过程中的一些经历。哦，我看很多家长听了也都是频频点头。那么其实。